我们结婚也2年多了，今天你可能就要离开我了。Silhouettes of you are like a taunt.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s.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 You know I'm addicted to you. And it's twisted, you've been gifted with the evil voodoo. Got me coming back for more, even when I've been screwed. Dolls full of pins, pierce my heart straight through. I got issues in my head. I like you in my bed, but you keep me on red. Oh.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夫妻，掌声有请。男嘉宾陆先生30岁，来自河北电工；女嘉宾王女士26岁，来自河北会计。来，掌声有请。欢迎两位哈，今天两位为什么而来呢？首先呢，我们两个结婚已经2年了啊，我呢是一直想要一个孩子，然后双方父母呢也一直在催这个事儿啊，但是我们夫妻两个人商量，就是怎么跟他商量也商量不通。哦，您想要孩子，您不想要，今天为要孩子来的，是这意思吧？其实也不是为要孩子来的，因为现在他说是想要孩子，但是他现在挣的也少，也不求上进。家务不做，然后最近还经常不回家，我们俩的婚姻现在都继续不下去了，还谈什么要孩子呢？这俩人分歧还挺大的啊，咱慢慢说哈。你们谈了几年恋爱结的婚啊？1年。结婚结得顺利吗？好吗？开心吗？挺顺利啊，挺开心的。那就是说情感还挺好的，是吧？嗯。那怎么到现在为止过的这日子又过的婚姻都继续不下去了呢？因为他不像结婚之前说的那样了。结婚之前说的特别好，那时候我也顶着压力，家里也不太同意我跟他在一起。为啥不同意啊？条件不好。哦，就对，就是穷呗，是这意思吗？对，结婚的时候就基本就是裸婚，没房没车没钻戒就结婚了。哦。然后那个时候他跟我说的特别好，而且他这个人特别善良，我也看中他这个人的人品。然后跟我说的也特别好，他说结婚以后咱们还年轻，一起奋斗，一起努力，什么都会有，我也信了。但是结婚以后他不是这样，我觉得他就好吃懒做。哦，等等啊，您等于是裸婚嫁给他的是吧？对。什么都没有，就有一份爱情是吗？那说明这爱很真挚，是吧？所以家里还是不同意的，对还是不对？你家里是不同意的。对，之前确实是不同意的。后来裸婚的时候，家里同意了吗？那我一直坚持嘛，反正家里迫于你的压力，也就同意了，啊。可是婚后却变了，你发现他是个懒惰的人，是这意思吗？对，他不是婚前说的那样，他也不奋斗啊。咋回事啊？媳妇儿骗到手了？